主内一家人，五家情一生，基督五家主日家训，每周与您精彩相约。北美圣经神学院即将开设灵命塑造课程，时间为2月1日、2月2日、2月8日及2月9日四天，具体安排请见北美圣经神学院网站。此次课程讲师为美国旧金山金门神学院艾克曼博士，他在神学院教导灵命塑造课程达25年，有16年的牧会经验，为希伯来文与灵命塑造教授。课程将教导学生整合圣经真理与人的认知和情绪，并运用于家庭的生活与人际关系中。本课为英语教学，但可用中文书写报告。报名请至教会书店或于北美圣经神学院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听乡音，忆乡情，天路音乐，亲情奉献。2020年加州顶级春晚，乡音乡情。国家一级演员、青歌赛金奖得主麦穗，著名洋人变脸魔术大师 Michael Strong， 美宝九先生嫡传弟子徐玉兰，好声音人气歌手陈永新，洛杉矶大都会歌剧院男高音石磊，女子水晶乐坊首席小提琴李斌及青春绚丽的丝路乐坊，携手南北加州顶级音乐家同台献艺，湾区春晚2月1日周六晚6点 ，Bay Area Redemption Church。索票定位：天路 music.org。湾区春晚特邀嘉宾：国际顶级布道家 Redemption Church 主任牧师 Pastor Ron Carpenter。2020乡音乡情。1月31日周五晚上7点半到9点，五家新堂将举行陈永新音乐布道会。陈永新在中国好声音中有优秀的表现，并直言中国好声音是神对他的呼召和旨意。他的嗓音温暖纯净，宛如天籁，给无数人带去感动。参赛期间，他在公众面前亦有美好的见证。欢迎家人邀请慕道朋友前来参加此次音乐布道会，让福音的种子借着动人的歌声在听者的心里扎根。还有麦海伊博士将在1月26日在旧堂避难教室带来职场小组活动，此次活动采用小组讨论模式，马博士将用他丰富的管理经验来帮助职场人士认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并提供实用的应对措施。有兴趣的家人欢迎预留时间参加。另外，感谢家人在去年12月份共同参与了 Second Harvest 食物捐赠活动。此次活动，本教会共收集了298磅的食物，相当于为贫困家庭提供了248份的餐点。主办单位感谢家人的爱心和参与，也愿所有的贫困家庭都能感受到耶稣的爱。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我们下周再见。